而且一次他也知道一次怎么啃的，就是主要他下面树皮啦，然后被挖。可是他现在还有一些叶子在，我觉得还好。我见他应该有。这是谁的小星星啊？我做这手。哎，不要用手摸。这是谁的？这个的。贝贝。贝贝好。嗯。啊，这个的。大星星。大星星。好了，走，走的。Yes， 看他们的手啊。工作人员从上面丢的，好像看不到。